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打疫苗了，那么到了后疫情时代，全球都关心到底最快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国际旅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推出数位新冠通行证，记载旅客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是否有接种过新冠疫苗等等的资讯哦。只要出示像是这样的 APP， 就能够进入其他国家。另外呢，以色列则是推出了绿色通行证，让没有感染风险的民众能够自由地出入管制场所，甚至有机会出国旅游。这也让国人相当的期待，台湾未来会不会跟进呢？指挥官陈时中回应，可以参考。戴上口罩、防护装备来到机场报到柜台，未来想搭机出境，除了要有纸本护照，可能还得加上通行证。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推出数位新冠通行证 App， 里面存有旅客的病毒检测结果，还有疫苗接种资讯，显示的资料都有经过官方认证。旅客只要符合目的地国家的要求，航空公司就能放行。这款通行证 App 将在3月上线，新加坡航空也率先试办，我国是否有机会跟进？检验的 PCR 的结果或是打了疫苗，它的厂牌都不需要有全世界一致的这些定义，我们才有办法后续做这个配合。 WHO 那时候也就不建议现在来发展，认可的有效性到目前都还没有办法在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基础下来做，但是我认为未来是有可能。但除了 APP 之外，全球新冠疫苗接种进度最快的以色列也持续发放绿色通行证 Green Pass， 民众只要打完两剂疫苗或曾经感染过新冠肺炎，并且就医确认已经痊愈的人，就能申请通行证，不只能自由出入管制场合，甚至有机会跨国旅游。一阵走天下看似方便，却引发隐私外泄、行踪受到掌控的疑虑。如果将来是用这个来通行的话，那就跟所谓的在抗疫的时候避免传染病传给别人的这样的概念就有一点落差，对资讯的保护应该是要更严格，细节都还得再想想，毕竟在疫苗开打前一切都还有待观察。就很清顺的报道。台湾医疗好几天连续加零，在今天破功了。指挥中心在今天宣布新增了4名境外移入的个案，是为案944到947，分别从马来西亚还有美国入境，而且他们都曾经在当地确诊，康复之后才持阴性报告返台，没有想到还是验出阳性。指挥中心也统计出，截至昨天为止，全台湾累计942个人确诊，9个人死亡。大部分都已经出院康复了，剩下31个人还在住院治疗当中，其中也包含了4名重症患者。新增的4例境外移入COVID-19 的病例，那有一位是美国籍，3位是本国籍。连4天加零破功，台湾24号新增4例境外移入个案，指挥中心判断都是在国外确诊。这4位都一样，都是在国外曾经有确诊，那也都有2次阴性检验的报告。4人为案944到案947，分别从马来西亚和美国入境，而且入境后到确诊前都没有症状。其中案946长期在马来西亚工作，去年曾经在当地染疫住院康复后，今年1月好不容易持阴性报告返台，不料检疫期满后自费采检又确诊，而其他3人也和他有同样的遭遇。案944、945、947都曾经在美国确诊，症状好转后持阴性报告回台，没想到还是验出阳性。另外，指挥中心也统计，全台截至23号为止，累计942人确诊，9人死亡，其中有902人出院，剩下31人还在住院，包含4名重症。31个里面有4个是归纳于严重肺炎或是呼吸窘迫症后的这个严重的状况，4个里面有3个还在加护病房当中，都还在使用呼吸器，有1例是在使用叶克膜。患者持续和病毒奋战，不过就算康复后还是有可能再次确诊，疫情当前民众还是得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中南部连日多日无雨，缺水的情况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许多的水库干渴见底，日月潭船屋也搁浅。为了因应水情上的变化，从25号开始，新竹、苗栗、台中等地区要加强减量供水，而其中工业用水将由7%提高到11%，竹科首当其冲。23号多辆水车进出台积电厂区。管理局强调，园区用水目前没有危机，只是提前的来进行载水测试，以备不时之需。来
到新竹保尔水库，水位有够低，大片砾石裸露，因为连续多日没有下雨，蓄水率只剩下一成四。受到气候变迁影响，去年台风少得可怜，今年春雨更是迟迟没到，全台连续多天没下雨，圈水情况逐渐严重，不止多个水库干渴见底，就连日月潭船屋也搁浅。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最低降雨量只有历年平均值的三成。为了调节用水，水利署公布，从25号开始，新竹、苗栗、台中地区工业用户要提高减量供水，从7%提升到11%，表示厂商得更节约用水了。而23号多辆水车进出台积电，也让人好奇，竹科是否已经开始缺水？园区现在节水量可以达到11%-12%左右，基本上这个节水率是。也可以配合办理的，个别厂商是因为他现在可能产能的全开，所以他有一部分是没办法达到这个11%，所以陆陆续续他们现在有在做一些那个水车的试运载的这个演练的。光是护国神山台积电一天就要用掉15万吨的水，水情吃紧，科技大厂超前部署，做好准备。记者新竹综合报道。星期五就是元宵节了，基隆市长林佑昌在脸书下战帖说，基隆的元宵最好吃，要各县市不服出来战。那么这个贴文一出啊，就引来了各首长不甘示弱来留言了。像是新竹市长林志坚就说会公开新竹好吃的元宵地点，让全台湾刮起了战元宵旋风。从碗里捞起一颗晶莹透亮的桂花酿元宵，再放进嘴里，立刻让身体暖乎起来。26号就是元宵节了，依照习俗吃元宵能为新的一年带来好运。而基隆市长林佑昌就在脸书介绍在地老字号元宵名店，向各县市下战帖。我们基隆的桂花酿元宵是很有名的，然后也是全台湾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元宵。所以我在这边也跟全台湾各县市长下战帖，吼大力的来夸口全台第一。桃园市长郑文灿不甘示弱，回送战书，更亲自动手摇元宵、炸汤圆。传统市场跟食品工厂的元宵，桃园都很多。那欢迎林佑昌市长来挑战。被点名的绿营首长包含新竹市长林志坚 PO 照说新竹元宵有多赞，看我手势就知道。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留言，台南人路过笑一笑，明天让你吓一跳。全台刮起战元宵旋风，在元宵前夕用美食较劲。这才是很激动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跟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在23号举行了视讯会议，而这也是拜登上任之后第一场跟外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谈。虽然没有实际的握手仪式，还有盛大的晚宴，但是双方在会议上讨论了不少政策跟议题。拜登也公开的声援被中国拘禁的两名加拿大公民，誓言美加两国会携手合作，一起对抗中国。坐在白宫罗斯福厅内，盯着电脑荧幕。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第一场跟外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议，采用视讯进行。拜登两边坐着副总统贺锦丽和国务卿布林肯，首都以总统身份跟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会谈。Coordinating our approaches to better compete with China,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tand together against abuse of universal rights and democratic freedoms.双方会中谈到了疫情、经济以及中国问题，而在会后记者会上，拜登还特别强调美加将携手对抗中国，更公开声援两名被中国政府拘禁的加拿大公民。Human beings are not bartering chips. You know, we're going to work together until we get their safe return.这次会议中也触及气候变迁议题，双方共同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达成近零碳排。Stepping up in such a big way.On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U.S. leadership has been sorely missed over the past years.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杜鲁道显然是在批评美国前总统川普。2018年在加拿大主办的 G7 峰会上，川普不但缺席气候变迁的会议，会后还推文对杜鲁道人身攻击，说他不诚实又软弱。如今拜登上台，美加终于有望重新修补关系。We're facing tough times, there's no doubt, but we're not facing them alone. 尽管如此，拜登上任之初就取消美加输油管计划许可，恐怕也会成为双方关系的绊脚石。周军编译。